咁呢度話有個平行四邊形啦，就問你咧 A、B、F 同埋咧 B、C、D 咧呢兩嚿嘢咧嗰個嘅 area ratio 嘅。咁首先咧就可以 mark 翻呢個一比二，咁即係話如果呢係 k， 呢個就二 k， 咁對面就三 k， 跟住又 mark 翻咧呢個二比一，咁我哋唔用 k 啦，今次用 a 啦。呢個咧就係二 a 同 a。好，咁點樣計呢兩個 area ratio 咧？例如可以咁樣拉翻條邊啦，咁樣拉翻條邊，好啦，咁樣拉邊嘅話呢，我哋會睇得到啦，因為咧呢兩個 triangle 咧其實係同高三角形嚟嘅，佢俾呢兩條平行線咧都夾住咗嘅，係咪啊？咁所以你可以咁樣寫嘅，就係、是、你可以寫呢個係二，呢個係三，同樣道理啦，其實呢兩個 triangle 都係同高三角形啦，咁所以咧，如果呢忽係二咧，其實呢忽咧就係一嘅啦，咁即係話咧，但係如果呢忽係一嘅話咧，因為呢兩個三角形，即係藍色呢、這個同埋咧黃色呢、這個，呢兩個三角形咧，其實都係同高三角形嚟嘅。你咁樣睇嘅話，佢哋個 base ratio 就二比一啊嘛。咁如果你呢兩嚿夾埋叫做一嘅話，夾埋叫一嘅話，咁藍色嗰個咧就佔咗當中咧嘅三分之二嘅，因為佢兩個加埋係一啊嘛，藍色同黃色。咁所以咧呢、這個咧應該咧就會係二 over 三，二 over 三。咁變咗咧，我哋而家要計嘅 area ratio 咧，就應該係呢兩個相除啦。咁即係二 over 三，就再除二嘅。咁即係話咧，答案咧就應該係一比三。咁即係 B for boy 啦。